总统莅临会场，请肃立致敬。现在全体参加大会的人员都肃立恭迎总统莅临会场。参加大会的同胞已经开始高呼总统好了，现在总统出现在总统府前面的阳台上，向大家挥手致意。蒋总统经国先生今天穿着深色的西装，容光焕发，精神抖擞。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，从海外回国的小宝们，今天是我们中华民国75年国庆，我们以反共必胜、建国必成的信心，欢欣鼓舞地庆祝这一个伟大的日子。我们唯一的共同的奋斗的目标，就是要光复大陆。我们坚决相信大陆一定能够在我们手里面光复。今天我们必须要团结一致，万众一心，发挥三民主义的精神，大慈大悲，大公无私，忠孝仁爱，心理和平的中华民族基本精神发扬光大，来达到我们胜利成功的目的。今天除了要达到终极大目标以外，反攻大陆，今天面对着现在要更团结、更坚强，我们必须在这一个艰苦困难中间来前进，努力求得我们最后胜利。这一代又一代的任务加在我们身上，重责大任。今天我们在台风金马的中国人，要向全世界的人，要向谁一动抱抱证，我们一定要团结奋斗，奋斗到底，使得我们谁一动抱都能够享受我们自由的三民主义的生活。同胞们，我们要奋斗努力，不屈服，努力前进。我们有这一个信心，有这个决心，一定可以得到我们的成果。对历史、对国家、对十一同胞、对华侨，都有一个交代。我们相信
我们一定会一直交代。最后向我们努力奋斗，向我们百众一心，高呼三民主义万岁，三民主义万岁，中华民国万岁，中华民国万岁，一岁万岁，万万岁，万岁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健康。在总统带领大家高呼口号之后，现在和平鸽已经飞舞在广场的天空上，同时成千上万的气球也已经冉冉上升。全体参加大会的群众一再地向总统说：“总统好，总统好。”在释放了彩色气球和和平鸽之后，大会奏乐即将礼成。在国庆大会结束之后，等一下就要展开游行了。Oh yeah!